洪清文及全体组员，其中包括三位越南籍的组员，再次欢迎华夏会员、天河联盟会员以及所有的贵宾搭乘。我们随后开始饮料及餐点的服务，预计在餐点服务后开始免税品售卖。如您有返程航班，可参考华航官网的免税商品目录，并欢迎上网订购。华航空中免税商店目前正举办促销活动，除了特定商品外，都以九折的优惠价格提供。此外，本班机提供无线网络服务，详情请进入机上饮食系统参阅说明。请记安全带的指示灯仍亮着，为了您的安全，仍请您留在座位上将安全带系好。希望能带给你一个愉快舒适的旅程，需要服务的地方请随时通知我们，谢谢。 Good afternoon, dear passengers. On behalf of Captain Chen, Cabin Manager Hong and the entire crew, including three Vietnamese crew, it's our pleasure to welcome